点算啊？我条脷系咪坏咗啊？好，我是 Mira， 终于我要来开箱了。对，今天要开箱的这个东西呢，非常超久没有吃了，就是马来西亚的辣面。对，这是我的马来西亚朋友大头 Karen 给我的辣面，他就是不久前来韩国，所以就给我了咯。好，讲翻广东话先。讲咧呢一个辣面咧系比韩国个辣鸡面系辣好多倍嘅。本人咧系一个非常之食得辣嘅人啦。想当年我食嗰个辣面系一啲感觉都冇，但唔好讲笑，真系好好味，炒嘅真系好好味。而家个嘴嘅感觉系有少少辣啦，跟住有少少麻啦，仲系顶得顺嘅程度嚟嘅。第三啖。我觉得蟹喉仲系唔系觉得话非常之辣。第四啖，好好味啊！所以咧，而家我就要嚟挑战下马来西亚出嘅呢一个辣面究竟有几辣。佢呢个咧系阿音啊，我记得阿音系鸡嚟噶。而家就要嚟整咗佢先，咁样开咗佢之后咧，里面系咩都冇喎，就得呢一包粉。吓，冇噶？啊，唔系，下面仲有，下面仲有。佢系有呢一包同埋一个酱嘅，仲有啲叉。好，跟住咧就可以。佢写马拉文，我唔识睇啊。好期待。其实有啲肚饿，我希望我唔觉得辣，然之后可以成个食晒。哦，好开喎，很香啊！其实我都几中意马来西亚嘅即食面，我颇中意马来西亚嘅食物，我好想去马来西亚啊！我只去过马来西亚一次咋，我今年要再去，夏天或者秋天。我知道马来西亚系一年四季都系夏天，但我嘅夏天秋天嘅意思系香港嘅夏天或者秋天。真好香，真好香！我估呢个就是重点啦，系咪？应该就是呢包嘢辣啦，系咪？哇，全部倒进去，全部倒进去了，一滴都冇晒。好，咁样啦 ，OK。真心期待嘅，可以而家要将佢搅匀啦。哇！哎，我真的好耐冇食辣面啦，同大家讲。我应该有年纪冇食，同埋其实我最近咧系好少食辣嘢嘅，所以我唔知道我对辣嘅接受度有冇减少到。因为有时候我觉得咧，你食唔食得辣咧，同你饮唔饮得酒系几似嘅。即如果你嗰排咧系饮得酒多嘅话，你嘅酒量系会变好。但系咧，当你一唔饮咧，你酒量又会变差。我觉得咧食辣咧都系一样嘅。哇，好香好香好香！佢呢个闻落去系有少少公啦，但系。闻落去其实是不辣咯，佢个味，佢会不会得颜色噶咋？如果系咁嘅话，我好失望噶。我闻落去真的觉得完全是不辣的，纯粹一个普通的捞面咁样嘅啫。所以咧，即如果你只系俾啲面俾我睇，你呃我话佢一般的捞面我都会信。柴木吉斯米达，打一打嘛。哇，佢第一啖，其实你摆喺口咧，你就会 feel 到佢嗰个辣度系会系咁刺激你条脷咯。哇，几好食喎，但系食一啖即系辣嘅。喂，唔错唔错唔错，同埋咧，我觉得调味上嚟讲咧，佢系偏咸嘅。其实一食落去，等下先，食咗一啖就已经过咗辣，点算？唔可以咁样噶，好正啊，但系。好好味的辣面，食晒我觉得佢同韩国嘅辣鸡面有少少似个味道，但系韩国辣鸡面可能就系偏甜，佢咧就系偏咸。我本身咧我劲紧张，我仲准备咗朱古力啦同埋牛奶喺我隔篱嘅，但系我觉得我应该暂时冇咁嘅需要，同埋佢真系好好食。
马来西亚的朋友，超好吃哦。但是我觉得呢，而家我第三啖啦，我已经有少少习惯咗佢嗰个辣嗰个感觉。我觉得系唔辣啊，点算？点算啊？我条脷系咪坏咗啊？好正佢呢一个辣咧，佢系会咁样吉你条脷，但系其实佢唔会喺你个口腔度维持好耐，唔辛苦嘅，佢会系好爽快嘅感觉。呢、這个时候好想去配其他肉啦一齐食。好，我应该下次挑战啲咩辣面好啊？我知道喺马来西亚同埋韩国系有一齐联名咁样出咗一个辣面，系叫做泰北辣面啊，系咪？因为其实咧，我本身唔知嘅，我都系因为咁啱 Karen 俾咗呢个辣面我，跟住开箱之前我喺 YouTube 度 search 过马来西亚辣面啦，跟住就话原来有出咗一只系鬼椒嘅，哇！但我而家开始飙汗咯。但我覺得 OK 嘅，即係佢個感覺係對我嚟講可以接受，因為嗰個鬼椒嘅辣面咧，話聽講係辣過韓國嗰個辣雞面兩倍辣，紅色個包裝，我覺得嗰只應該我就食唔到，因為紅色嘅韓國辣面咧，我已經係辣到黐咗線啦，咁所以嗰只咧我就應該係挑戰唔到嘅，係啦，咁但係我覺得呢個咧都 OK。但系呢个咧，我觉得咧，佢食食下咧，我而家我饮面就好热啦，跟住系咁出汗啦。而韩国黑色包装嘅辣鸡面咧，其实咧佢系有静整鸡咁样调整过佢嘅辣度嘅。因为喺韩国啱啱出冇耐嘅时候咧，我有买过翻嚟食嘅，系非常之辣啦，但系我都可以接受到嘅。咁但系直至去到我上次拍片嘅嗰次咧嘅嗰段时间咧，因为已经太多人知道呢个辣面，亦都听讲话有好多人话太辣，所以咧佢哋咧就减低个辣度。所以咧，到好多時大家食緊嘅嗰個辣雞面嘅版本已經係比較唔辣噶啦。咁所以我覺得呢個馬來西亞辣面，佢嘅辣度係比改良咗之後嘅辣，但係都冇本身嗰只辣雞面咁辣。係啊，雖然我而家流緊鼻水，但係係因為我太耐冇食辣嘢嘅關係，所以先咁樣嘅啫。但係非常之唔錯，我中意啊！但係食唔到辣嘅朋友就真係唔好試，真係會好辛苦。我就咁食面好寡，所以我應該陣間會加少少料落去食。咁好啦，今日嘅開箱就到呢度啦。謝謝 Dato Karen 送我這個辣面，超好吃。好啦，如果中意條片嘅話咧，幫我撳一次我啦。記得 follow IG 或者 Facebook 嘅話咧，就可以知道最新動向啦。記得撳埋訂閱同旁邊嘅鐘仔咧，就唔怕錯過最新 video。我哋下條片度再見啦，多謝大家收睇，拜拜。